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是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8年3月26日，旧历的2月20日，礼拜日。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分段考证立八公园原定3月21日完工，但因为土地境界不明，加上有自来水管线爱刷，甲污着溪泄，工程时来划停。新港江十个排水出海口附近，增加川大堤防年久失修，加上水流冲刷，挖坑的状况真严重，予居民真惊吓。自从1996下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河滨县学校的学生真厉害，替中华队夺回8面奖牌。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花坛口庄乡亲真期待儿童公园，原本预定伫咧3月21日就会当完工，但伫咧施工过程当中，却去拄着土地尴尬，到有自来水管线爱刷，就连台湾特有的南海溪泄嘛出现伫咧工地内面，种种的问题，予包商决定先停工，问题排解了后，才有可能来重新动工。看到工程过失败，原本已经要完工的公园，到现在嘛是为着工程位置，工程进度完全停落来。花坛乡长讲，这是承包商主动申请停工，原因就是土地尴尬无做好，加上各自来水管线爱迁移，工程进度会使讲是完全停落来。咱厂商伫咧报开工了无偌久，吼，就因为咱申请来讲吼。要来尴尬，吼，啊，厘清讲咱土地的界址伫倒，安尼较袂造成之后的一个纠纷。另外，就是时间咱开始开挖了，发现过讲咱这个公园内底有一寡自来水管，吼，自来水管会伫个咱的公园内底，所以有要求着咱自来水厂来做一个移除的动作。啊，所以讲造成咱今仔的这个28公园，吼，造成。无法度伫个3月22日也是如期完工。儿童公园停工的原因也不止安尼，乡长提到南海溪泄尸体讲，这是施工的时阵误着，现场也阁有算未完的溪泄洞穴。南海溪泄也大凹啊，哦，大凹到小凹，啊，咱现场发现到一挂也。应该是尸体去啊，哦，已经翘起啊。咱儿八公园就是一个儿童公园啊，吼，啊，刚好又发现说有一个特有的一个南海溪泄的一个亚种，所以咱其实公所伫早期咧规划时都有甲考虑入去，伫咧他们儿童设施甲这个保留地，其实都有一个设计一个共存，吼，让一些儿童可以来这里做一个游戏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咱就要观察着咱这溪泄也这生态。花坛乡公所表示，乡亲拢真期待儿童公园会当赶紧完成，只是前置作业无做好，才会妨碍工程进度。眼前嘛，只会当等承包商赶紧将问题解决，早日恢复动工。大庄新闻张世良花坛采访报道。新港乡十个排水出海口附近增加川大的堤防，放甲真严重，民众烦恼海水的倒灌，是向官员赖清美陈情，要求重视当地居民的性命财产安全。新港乡十个排水出海口附近增加川大的堤防出现破坑的情况，因为这段河南拢是用贴石的固钢法，年久失修，加上水流一直冲，常常有掏空的情况出现。拜托啊，咱县政府吼啊，咱这都堤防这有害气啦吼，这种啊拢有害气，拢吼爱补修啦吼。啊，咱是讲吼，这看有法度人安怎做动作上去啊，安尼哦，较安全的问题安尼啊啦吼。啊，无咱这啦，这排这条排算十个排水沟啦吼。啊，这若去哦破去哦，落去算，规下咱的规下砖头哦，
哦，拢会受到那这灾害啊，你看啦。连九师兄有诶，搁已经塌陷啦吼。水若来，还是风太大，水搁过来时吼，伊若溃堤诶时吼，啊，几啊乡地，几啊村头拢会受灾殃啦。啊，咱今有请咱诶水处处来看吼，啊，他们诶觉得说有去急迫性吼，等去一定会紧来遮甲伊灌泥吼，灌浆先冲落去。啊，若长久之计，就像伊讲诶吼，就是爱讲吼，甲迄个冻土墙凿起来时吼，再。永远永久的安尼啦，啊，动土墙要做啊，经费的部分吼，可能着咱水族处爱紧去发落啊，好势吼，因为这真正牵连到咱大家的性命财产的问题。花园罗清美接到民众叮咛，回动管府水族处人员到现场会勘，发现部分路段已经有石角开始崩起情况，罗议员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改善，保障当地居民的性命财产安全。多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2019夏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结束，河北县学校的学生表现真厉害，曾文杰、孔雅茹以及校友沈义杰入选代表队，嘛伫咧田径比赛顶冠，摕到四面金牌、两面银牌甲两面铜牌好成绩。2019夏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伫21号圆满结束。河北县学校的囡仔入选中华代表队，在田径赛场以优秀表现，破获四金、二银、二铜的成绩。另外，文教基金会甲家长会做伙颁发加彩金，为了辛苦的选手甲教练。儿时金牌战。那本校的这个徐雅茹同学，还有庄文杰同学，以及我们的毕业校友沈怡杰同学哈，在于这一次的这个特殊奥林匹克会议哈，的运动会当中呢，他们总共获得了四金、两银、两铜的佳绩。那我想呢，能有这样的成绩，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有非常用心的老师哈，来给予他们指导。那第二个部分呢，也是因为我们的家长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社区的这一个支持哈，那当然最重要的呢是我们的学生自己的一个努力哈，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呢不畏困难，登上了我们这个国际的舞台来勇夺佳绩，真的是非常一个振奋人心哈的一个感动时刻哈。今天我代表仁爱文教基金会跟我们家长会哈会长、副会长们一起来这里庆祝，好来跟他恭贺。他们师生们的优良的表现，特别来加赠我们红包，小小心意，也希望我们政府能够重视我们特教生的运动的表现，包括像给他们比照国家体育奖章这方面的鼓励，或是安排他们以后的升学的管道。目前读建国科大一年级的沈怡杰是河北县学校的校友，伊在教练甲妈妈的陪伴之下，克服艰苦的训练过程，够强固，总算在国际赛场有真杰出的表现。从国中开始就开始训练田径，感觉很有荣幸，可以参加这一次的特奥，可以跟外国选手交换。礼物还有交流，非常好玩。特殊奥运是针对智能障碍者所设计运动训练和竞赛，每一种项目拢有无同款的活动设计，来应应无同能力层次的运动员。另外，大会除了获前三名会当得到金、银、铜牌以外，第四名以后的每一位运动员也拢会当上台比颁发缎带接受奖励，因为每一个人拢是独特的冠军选手。多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选用传统宗教文化代替伫个四只车厢彩绘白沙墩妈祖进行景象，吸引真侪信众来翕相加坐火车。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立
户贷事务所专业办理房屋土地一二三贷贷款，证件齐全，马上申请，马上放款。银行利息、农地期货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立户贷事务所。沙里仙新农渔场伫园林林厝交流道边，阮用真清气的泉水伫饲鱼，餐厅嘛伫遮。阮不只有新农鱼，嘛有其他真新鲜好食的料理，食好鱼唔免走远路。电话83675453，每一工阮拢有开哦。欢迎再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三，也是旧历的2月21。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维港店接南风，何时是早起的11点到下晡的1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福建乡福安宫大约有300年历史，巡回进行主事的地府陈述，又有王爷头称呼。每一冬哦，上届大的宗教活动就是这个东安寮十二庄请妈祖。这届在地上水邀请到福安宫的主任委员陈英聪来讲这个福安宫的历史建筑，以及请妈祖的到底情况。为小妈祖，福兴乡上界大的宗教神师，就是东安寮十二尊请妈祖王爷头福安宫，也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哦，啊，阮福安宫哦是算开基的啦，哦，伫古早先人应该有300多年的历史啊。人讲唐山过台湾啊，祖先甲咱地府千岁哦，排过来咱伫这个菜园角哦，啊，阮古早是以老祖。哦，来轮流哦，来奉拜咱地府千岁。啊，伫民国48年，哦，啊，因在祖先，哦，在前辈，啊，较落去倾钱，啊，伫落去起建，哦，啊，伫民国50年，啊，来建庙，完成咱福安宫。啊，伫咱民国82年，哦，啊，较过来甲翻修，哦，因为啊，经过30年的时间，哦，啊，来甲翻修，啊，民国82年较来完成。啊，所以讲到即马，咱福安宫即个全貌啦，啊，这是有一个历史，哦，咱算开基地府千岁，哦，伫咱东安寮福安宫啊。坚持行古道，车古大马甲进修马，坚持大小公馆甲护驾封号，轮伫各大公馆制度。伫你这本丁友年出版的《东安寮十二尊请妈祖》拢看会到，也来登录彰化县无形文化资产。即卖已经有列入无形文化资产，已经有189年了、哦、啊，即、这个历史是一民国，咱没有是咱清朝道光年间吼、哦、啊，咱遮的祖先陈庆安，因为着咱较早期农业社会啊，种作啊，咱即搭是风头水尾，较早水利设施也歹，哦，你讲要所有农作物。拢爱靠咱天老落雨，咱才有法度通种植。啊，无雨你就无法度通种植啊，所以为着要求雨，啊，才会请咱鹿港的即个天上圣庙、湄洲天上圣庙来遮求雨，啊，有得到迄个目的。妈祖请来啊，甲咱阮庙中爷做主，吼、啊，啊，有得到迄个效果，妈祖来做即个雪单了，地天来了，啊，三工啊，就来落雨，啊，落雨了，啊，大家。地方政治，所以阮前早迄个老前咧讲，跩隔壁庄仔的，若要种番薯、种土豆，拢爱看阮遮十二庄看有无出粮条，出粮条了，雨水就来。另外，福安宫开基地府陈岁造型特殊，地的帽仔也甲一般看到王爷无共款。
当然了，花园宫的植物潜水吼，伊所滴的帽啊，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偏帽。哦，往较早的王爷庙，参咱即马一般咱所有的神像吼，即马时代无同，因咧滴的拢等于讲较豪华啦。我阮拢照迄个传统，哦，正在滴的，因为阮即马像阮即个祖王伊顶帽啊，话正在的滴安尼咯。啊，即马所雕刻、所有特立的神明，拢是滴上现代的。哦，拢较悬啦，啊嘛较飞扬、较花样、较花俏啦。哦，啊，阮庙，阮即摆拢保持迄个传统。阮包括阮也有雕刻新的即个神尊出来，阮拢保持迄个传统，同款滴咱较早传落迄个模啊的模样。哦，啊，阮遮的植物潜水，参人无同款的所在，种普通一般地王爷拢有白牌，阮庙的地王爷无白牌。哦，包括阮五十年落成，阮即个镇镇的。伊嘛无目牌，哦啊！你会使讲咱观众朋友啦，有对这有兴趣的，恁会当去了解讲，所有的地方爷的当讲是大部分应该是拢有目牌啦，独独阮福源宫的无在牌。庙内四界拢是宝物，充满保存价值的，搁有白雕大师李松林雕刻新房，由名家蔡维书写的拜亭一条对联。新房靠这个木雕的部分。是鹿港大师李松林先生的杰作吼，啊，阮即马像描出来这三对条啊，是阮正个家己的杰作。阮较早阮正个出一个乡长鲁冰王先生吼，啊，这三对拢伊写，包括莲花瓶、迄、那个草书嘛伊写。吼，啊，阮大门里外描的这三串这三对联，是这个鹿港陈俊元吼，陈俊元这个书法家写。哦啊，庙的这个新房这三对是八十四年重修的时，阮才阁落去做。迄我是叫这个鹿港吴东元先生落去写的。哦啊，包括阮一百年外口这个拜亭，哦，拜亭阮一百年99年落做，一百年完成。这三对的对联，即卖是叫现代鹿港上出名的这个吴兆勋大师落去写的。由细细囡仔的庙到即卖规模，当然了环境特殊的地位，甲地缘情感，除了替王爷甲妈祖服务以外，信徒因为十二尊来连做伙，拜因为时代变迁来改变终端，这是民俗活动当中上界珍贵所在。台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采访报道。推广妈祖文化，今年宫廷宫头一届甲代替合作推出进修文化彩绘火车，四节 3D 彩绘列车路线是这个海线铁路，吉南站到彰化站，彩绘列车一开车，吸引真侪信徒来翕相体验。透早十点十一分，要对彰化站发车的25车次区间车，这回发生为进修文化彩绘火车，当然是吸引不少旅客注意。希望可以带动我们更多的就是信众啊，然后得到更多的平安跟快乐。今天是专程来做的，是吗？对，我今天是专程来做，因为担任进修文化彩绘火车的书记员，更加是感觉真好运。这个是随缘的，是刚好是今天我自己的班的。刚好遇到也算运气很好。这没有特别安排的。代替彰化站长邵宏松讲，彩绘列车总共有四节车厢，分别为妈祖启程、护神护爱、神火上团、圆满还炉四大主题，正式呈现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的百年传承。总共有四节车厢，这是呈现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到进香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那我们这个车厢的目的就是说，要鼓励一般的民众、一般的旅客进香的时候，或是说到白沙屯的时候，尽量利用我们交通工具，尽量利用我们的火车到白沙屯来拜拜。彰化车站站长强调，白沙屯妈祖彩绘列车将逐天不停班次行驶于彰化甲台南区间，时间长达3个月。多张新闻，张启良、张华采访报道。河尾镇体育会网球委员会主办主委杯网球锦标赛，吸引真侪爱拍网球的乡亲来参加。年纪上届冠的参赛者，岁数共有90岁。
河滨体育会棒球委员会在河滨高中第二校区棒球场举办主委杯棒球锦标赛，邀请爱拍球的乡亲交流球技，以球会友，提倡当地运动风气。我们每年这个都会有三组的比赛，会有如果有要切磋球技的呢，就来打甲组；那休闲的就打乙组；那我们也有健康的组，供一些我们长辈来这里娱乐。那今天这个天气很好，来运动哦，能让人家哦身心放松。那也欢迎各位哦来和美打球，以球会友。分社阿梅是全场上最会参赛者，已经高龄九十岁，伊自五十岁就开始拍棒球，一直到现在也是维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啊，都趣味的啊，拍趣味的啦，头啊拍趣味的，啊到尾啊，想讲为着身体。啊，若无落天就无来啦，较寒就无来啦。啊，普通我那就出来啦。讲真，少年嘛，哪有时间去比赛？真正就好啦，就若要跟我斗，我就跟伊拍呢啦。八年前吼，我退休的时候，我就找一个运动吼，啊，这网球运动真好吼，伫咧室外吼，啊，会当走动吼，啊，然后晒日头吼，啊，对身体健康真有帮助吼，所以我。八年前一直每天的下早时吼，拢有来拍网球，吼真经过这个时间来吼，啊身体个真好吼。这届比赛总共28组，56个人参加比赛，不论是退休了后的休闲兴趣，也是本身对网球的爱好，继续保持良好运动习惯，是维持身体健康的第一原则。社民嘅主委表示，希望借由比赛交流来提倡河滨当地运动风气。多中华新闻叶宏武河滨采访报道。全国唯一一座练武造型的大桥，就伫咧福建省福宝村练武斑点和冰冷的大桥，变加真外破古锥。广告了后，马上回来。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中华高中伫咧图书馆成立黄土水歌舞有机典藏故事馆，内面是来收藏台湾雕塑之父黄土水替歌舞有机所创作的青铜雕塑，以及200多件文书资料，让学生囡仔了解迄当时的历史故事。学生用音乐来庆祝学校图书馆成立黄土水高木有之典藏故事馆。慷慨关注台湾雕塑大师黄土水作品的板寺庆子，也专工对日本来台湾参加仪式。中中图书馆主任讲，住伫日本福岛县的高木有之，1902年到1929年伫台湾住28年，期间曾经担任日本时代台湾大学医学院前身的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校长，也有台湾电力株式会社首任社长等职务，对台湾的医疗卫生甲人员发展的贡献真大。今年已经90岁后代，是将高木有之以及台湾相关文物转授关河中中图书馆。啊，甲因家族所这个留落来跩足珍贵，有关咱台湾日本时代的卫生、日本时代医学、日本时代咱的原住民跩的这个足重要的史料。用200多件来送予咱，尤其是送咱黄土水，咱台湾国宝级的这个雕刻家伊的作品啊，送予咱。所以中华图书馆、中华高中图书馆，因为安尼才变作不是干那图书馆，干那一个博物馆，有真侪足珍贵啊，这个咱第一界看到的史料，第一界看到的作品。
中华高中图书馆内的黄土水高木有之典藏故事馆，目前收藏国宝雕塑家黄土水1927年山本第二郎的石膏像，1929年高木有之铜像，以及1930年安部信兵卫石膏像，以及200多件日本时期的珍贵史料。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福建乡福保村长黄耀辉用心立美化村内环境，为着带好福保桥无同款的气息，将两边桥墩插上福保特产莲雾斑点。乡长张安定除了感谢乡亲的用心付出，也邀请大家来福建佚佗。来到福建乡福保村的福保桥，两边桥墩出现莲雾斑点。这是福保村长黄耀辉的卡斯发动80多名志工，前后3个月用掉30多桶的油漆，足侪拢耗掉的，伊的阿门头拢耗掉，啊，阮就发动志工讲，啊，无咱来改彩绘，改彩绘，改油漆擦擦的，啊，地就上会当防止伊搁老化去，啊，地里嘛较美观，啊，想讲啊，擦的过程了就想讲，咱阮就是。全国最大的鹿茸区嘛，啊，甲安尼倒不如来甲想一个名，啊来擦伊擦咧咱在地的特色，就是以咱的产业来采绘一班桥，啊再甲伊号做鲁鸟大桥，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灵武大桥啊。伫咧桥墩终点白石甲乌石溪水，福国水的灵武斑点布满规座桥。成为全国唯一的灵武大桥，乡长周恩丁甲管理员黄俊元真感谢乡亲的热心。啊，咱的村长吼真有心吼，啊，把这条桥吼又拆做鲁鸟桥，啊，予观光客啊来到咱福保，啊来看到咱这条桥，就知影讲吼，咱的福保村，咱的鲁鸟村搞啊，啊，所以讲吼，伫遮吼真感谢咱的福保村的村长很有创意。啊，嘛真有心，真有耐心，啊，发动咱所有庄内那个志工吼，大家来斗三工，啊，让大家吼有一个惊喜，让咱的游客有一个惊喜，啊，全国独创、独一无二的鲁鸟桥，就在福保村，欢迎大家来福保行行咧，来看咱的灵牛，啊，来看咱福保的水。桥梁呢，桥梁呢是安尼作单调，拢敢那是一个水泥的俩吼，啊，因为咱福保呢，这个鲁鸟村呢。是这个鲁鸟的特色哈，咱福保鹿农区会使讲是咱台湾上大的鹿农区哈，啊，所以讲咱村长啊，以及咱乡长啊，咱所有地方人士哈，啊，将这个桥呢，会甲拆做鲁鸟的这个形状哈，啊，增加了那个桥的一挂特色哈，哦，咱福保地区呢，会当知名度会当个大增安尼。原本普普白白桥墩焕然一新，另有特色菜园为民众带来多彩多姿的生活环境。有机会经过福保桥，唔通错过这么古锥特别的景致。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建采访报道。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气温明显回升，各地区温度上悬至少伫咧26度以上，西半部甚至来到30度至32度，天气温暖。再度有热天的气氛，好，继续来关心各地区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